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廖一辉，欢迎收看时间做手。就同跟各位分享一样，不管做票也好，做期指也好，其实都可以很简单，但是一定要有领先而且可以实战性技术。就同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，当我们拥有新金流观念的同时，不用再像过去一样死抱活抱，也不会像过去一样有满手套牢股票遗憾，要跟着新金流观念，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，很自然的就可以创造出比标跟标获利。但是很多的朋友股票一直做得很辛苦，到底原因出在哪里？就同过去你跟着市场上的分析师去做，常常会发现资金的运用没有效率，因为股票总是报上报下等上涨，不敢百分百直接进出，加上持股过于分散，凹单不停损，汇多不空的结果，都是造成资金运用没有效率的原因。同样的，过去的软体为什么没有办法帮自己赚钱？因为你用的不是原创系统，所以没有办法真正的实战，有太多的参数、模组、周期，全部要让会员自己猜，甚至呢，选股出来的支数、模组还会太多，还需要人工的讯息去辅助判断。最重要的，买卖点才会慢半拍，没有办法完全做到单一而且精确买卖点。因此呢，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。为什么我所有的会员都一定会有我本人手机号码，而且我百分百可以做到价格诚信不二价，而其他的分析师或系统为什么做不到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如果有分析师或系统可以长期帮客户稳定获利的同时，何必躲在业务助理背后，甚至每天在节目当中辛苦做过度行销打折，还要赠送资料，不是吗？而当你拥有时间做手的同时，你掌握住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了。因为这个系统呢，100%是我自己原创的，包括程式的部分也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，完全不需要委托外面工程师。这市场当中其他软体绝对做不到的。而在进场之前呢，获利警却显示进场停损停利三个价位一次有各位。我坚持只赚最好赚的，因为资金效益才高，就是因为操作有把握，所以每笔大的进出一定都是百分百资金，多空人双向获利自然就加倍。就同你说眼镜平的事实，也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，跟着新金流观去做，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一档股票就够了，而且每笔大的进出一定都是百分百资金，一定是百分百资金做一档，一定要百分百资金回补一档之后才有钱换下一档，不是吗？就是要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。从2月15号到今天，一个月的时间，你100万透过金流力量，已经帮自己创造出183万利润了。而你1000万呢，透过金流力量，不是也帮自己创造出1830万利润？但是，再回过头想一次，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你如果还在过去死抱活抱的方式做股票，甚至呢，还在用不能实战软体帮助自己炒股票，到底帮自己创造出多少的报酬？因此呢，就像我在节目当中会常提醒各位的，我说过去一条路，如果一路走来都走得很辛苦，也走痛的时候，此时此刻就该换一条路，换个方法走的时候了。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，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哦。就同你所看到的，
在三月八号这一天，这样票一百万赚了14.3万。系统告诉我们，已经赚完最好赚一段，先把赚到钱放口袋，接着换股增加报酬。八号这一天，顺着原先节奏选不到任何做空股票，因此呢，系统告诉我们把资金转买绿电生这两票，赚它多头最好赚一段。一起来看，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？十一号也就在这一天哦，系统告诉我们把前两票赚的钱发口袋，再把资金转买绿电生这两票，接着赚它最好赚一段。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，再次的坐在较上面的平台，短短的3到4天，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33万的利润吗？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？所以呢，这档股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，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的一段，就同你所看到的，在11号这一天，这档股票100万赚了33万，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一段，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，不要怀疑，也不要舍不得卖，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。大单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，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，你不知道卖，你舍不得卖，到最后会像过去一样的报上报下，会浪费了很多整理的时间。但是，当拥有现金流观念，赚钱速度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。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，就同你所看到的，在3月11号这一天，这张股票100万赚了33万，系统告诉我们，今赚完最好赚一段，先把赚到钱放口袋，接着换股增加报酬。问题是，11号这一天，我们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股票身上？很简单，全部交给时间做手。我们只把时光回溯，回到11号这一天。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，一样资金选股，3秒钟时间，系统告诉我们，再把资金转买名誉这档票，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。一起来看，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？11号也就在这一天哦。系统告诉我们，前天发赚的钱放口袋，再把资金转买名誉这张票，接着赚它最好赚一段。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，再次的坐在较上面的边台，短短的3天2头，你的100万。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7.1万的利润吗？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？所以呢，这档股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，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的一段，就同你所看到的，在15号这一天，这张股票100万赚了17.1万，系统告诉我们，今赚完最好赚一段，所以。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，不要怀疑，也不要舍不得卖。再一次，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，大单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，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，你不知道卖，你舍不得卖，到最后会像过去一样的报上报下，又浪费了很多时间。但是，当拥有现金流观念，赚钱速度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，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，就同你所看到的，在3月15号这一天，这张股票100万赚了17.1万，系统告诉我们，今赚完最好赚一段，先把赚到钱放口袋，接着换股增加报酬。问题是，15号这一天，我们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？很简单，还是交给时间做手。我们只把时光回溯，回到15号这一天，
操作可以简单明确易懂，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，一样资金选股，三秒钟时间，我们会发现一个事实：十五号这一天完全选不到任何做多股票，怎么办？当然，改换一键选股空，改做空，一样资金选股。三秒钟时间，系统告诉我们，再把资金转空万海这档票，赚它空头最好赚一段。一起来看，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？十五号也就在这一天哦。系统告诉我们，把千人票赚的钱发口袋，再把资金转空万海这张票，赚它空头最好赚的一段。K 线还没有大跌的时候，赶快空了，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边台。短短的一天两天，你的一百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9.3万的利润吗？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？所以呢，这张股票当然也不会是例外。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，就同你所看到的，在16号这一天，这张股票100万赚了9.3万，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一段，所以黑 K 破底一样最好回补点，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回补。再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，大张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，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，你不知道回补，你舍不得回补，报最后会像过去一样一样的报上报下，又浪费了4天的时间。但是当拥有现金流观念，赚钱速度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，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。就同你所看到的，在16号这一天，这张股票100万赚了9.3万，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一段，先把赚到钱发口袋，接着换股增加报酬。问题是16号这一天我们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？很简单，还是交给时间做手。我们只把时光回溯回到16号这一天，操作可以简单明确易懂，顺着云线节奏一键选股空，一样资金选股。三秒钟时间，我会发现一个事实：16号这一天完全选不到任何做空股票，怎么办？当然，系统有自动适应行情的功能，所以改换一键选股多，一样资金选股。三秒钟时间，系统告诉我们，再把资金转买三幅画这两票，接着赚它多头最好赚一段。一起来看，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？16号也就在这一天哦。系统告诉我们，把前一波赚的钱塞口袋，再把资金转买三幅画这两票，接着赚它最好赚一段。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。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边台，短短3到4天，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27.8万的利润吗？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？也就在节目当中该跟各位分享的5个金牛而已哦。事实上，从3月4号到今天12个交易日时间，你的100万透过新金牛观念，已经帮自己创出101万利润了，而你的1000万呢？因为帮自己创造出1010万利润了，但是到今天，还像过去死抱活抱的方式做股票吗？还像过去不能在软体帮助自己操股票吗？也就是在节目当中所看到的，为什么我可以总是坚持只赚最好赚一段？很简单，因为他们可以坚持只赚最好赚一段的同时，可以大幅度的降低风险而提高胜率，操作做到最后绝对不要像过去一样。常会有大赚变小赚或小赚变套遗憾，很可惜。同样的，为什么要坚持只赚最好赚一段？因为我要快速提升获利效率，操作也不要像老派投资观念一样总是消极死抱抱等票上涨，非常浪费时间。更重要的，为什么要坚持只赚最好赚一段？因为让我们操作完全安心跟放心。就同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，我说股票绝对不是买来等的，更不是买来被套牢的，而跟着时间做交易去做很简单，
所有操作一定是百分百资金集中操作单档股票，加上严格风险控管跟领先市场买卖点，才办法帮助各位把财富快速累积起来。这种在节目当中也会常跟各位分享，在操作股票过程当中最重要的重点在哪里，在于正确的买卖点。所以在获利的在操作股票获利的关键并不只是在股票本身。好，想想过去为什么股票会做得非常辛苦，其实很简单，常常过去你是买在前面等它上涨，一等不知道等多久，甚至买进之后还要先被套牢，要么就等涨了一大段之后再去做追加。不管买的太早或买的太晚，都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。但跟着时间做系统很简单，我们要掌握住每一档股票每个阶段唯一最好赚的买点。就同这一档股票在这一天我看到个事实，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曲线出来的时候，这一天绝对是这个阶段以来最好赚的买点，而且是唯一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所有客户在这样的这一天永远只有做法百分之一买进，那好事很自然发生。当然每一档股票都是一样道理，所以我在节目当中从来不会跟各位特别强调那档股票，用涨势赚钱的办法。当我们拥有赚钱办法的同时，每一档股票都必须要帮我们赚钱，包括这一档股票也是一样道理。股票一定是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做的，而不是从头报到尾，因为你从头报到尾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整理的时间，包括回档的时间。我们要掌握就是每一档股票每个阶段唯一最好赚的买点，就同这档股票在这一天我看到个事实，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曲线出来的时候，这一天就这个阶段以来整理完成的最好赚的买点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所有客户在这样办这一天还是只有个做法，百分百资金买进，让好事很自然发生。同样的，就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，过去老派投资观念总是告诉各位，选了一档股票死抱不抱就会赚钱，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？各位可以好好去检视一下手上所谓好的股票，回过头来看，到底是赚钱多还是套牢多，甚至赔钱多还是赚钱多。就如同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，我们要掌握每一档股票每个阶段最好赚的买点跟最好赚的卖点，不要去忍受当中整理或者是回档的过程，包括这一档股票也是一样道理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当我们拥有赚钱办法的同时，每一档股票都必须要帮我们赚钱，每一天都会有赚钱机会。包括在前一个交易日，也就在这一天，我一样看到了事实，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，这一天好像是这个阶段整理完成之后唯一最好赚的买点。既然是最好赚的买点，而且是唯一买点的情况之下，我所有客户在想把这一天还是这个做法，百分之一买进，那好事很自然发生。也就同你所看到的，为什么我们要坚持买最好赚的买点？因为最好赚的买点就不需要等待前面整理的过程，也不是等到长虹涨停之后再帮别人抬轿，而是买在涨停前一天前两天，在最短时间之内把获利实现出来。也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才跟各位分享的，我永远只相信只有客户获利口碑才最好行销，其他都是多余的。但是想要跟着新经理的观念创出比标跟标获利，事实上并不难。你现在欠缺只是一个亲身体会领先实战新技术的机会而已。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回到现场。你过去总是被不实在的测标和行销手法误导，使用品质不良的系统或抠序吗？实力才是关键，有实力才敢直接面对投资人。这次您可以直接拥有老师本人手机亲自服务，有实力才敢提供高品质的保障。这次您可以拥有高品质的六大保证，这次您可以选择有实力的分析师，有实力的系统，让幸福的事每天发生。02-2389-8029，02-2389-8029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启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热线02-2389-8029，02-2389-8029。
各位投资朋友，欢迎到现场。就同跟各位分享一样，那么拥有时间做手续做期指的同时，正只有一口单，百分百当冲，完完全全没有流仓压力，我们可以让好事每天都会发生。就同这个地方的结果，一定是一口单赚赔加总结果。就同你所看到的，台指03一个月过去了，挣这么多，负这么多，正负加总之后，一口单可以挣3094点。04呢，三天过去了，挣这么多，负这么多，正负加总之后，一口单可以挣429点。当然，今天跟着系统去做，好事一样再次发生。今天跟着系统去做，你会做两笔对两笔。哦，做三笔会对两笔，会错一笔。当然，对错的我一定都跟各位分享。而正负加总之后，一口单可以挣85点。但是，很多的朋友过去也跟很多老师，甚至软体来报操指数，财富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累起来？因为你用的是市场当中没有办法实战的工具，常用市价追单有严重滑价问题，买卖点讯号会消失问题。还有太多的参数、模组、周期，全部要让会员去猜。而当你拥有时间做手的同时，在进场当下，系统就可以立即去显示进场、停损、停利、上价位一次的各位，周期固定十分线做当冲，全数定价不会有滑价问题。每一天每一笔我都跟各位对价对时，赚的赔的会全部跟各位分享，没有参数可以设。这个模组简单明确，全部可以去猜。就同你所看到的，今天跟着系统去做，你会做三笔，会对两笔，会错一笔。当然，对错的我一定都跟各位分享。而正负加总之后，一口单可以挣85点。接第一笔交易讯号在8:55的时候，是一个延续盘同步做多讯号。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系统会是比较快的，一起来。就同你所看到的。这个是昨天的最后一根 K 线，本来在灰色线上，这期的第一根 K 线也在灰色线上。昨天多，今天也是多，东方延续盘没有问题。但是我说过，8:55就是要看一下上下颜色都是红色的，所以收盘收定设收盘价17496去做多，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。下一根 K 线最低来到493，所以定价100%全部穿在成交。但是，不要忘了一件事情，一旦只要来到系统中方可以规划压力区，一口单挣62点，先把它发一口单。那另外下面第二个机会在这个地方，趋势盘同步做空，包括这个地方有个趋势盘同步做多讯号，因为在进场之前已经先来到停利满足点的同时，必须要等待下一个机会，就在这个地方，趋势盘同步做空。所以呢，我们还是一起来看系统会是比较快的，一起来。就同你所看到的，行情走到这个位置，本来在灰色线上，变线下是转折，线下是绿色，所以同步做空，所以收盘收定设收盘价17507去做空。可是，在震荡过程当中，在这根 K 线的高点有先穿的停损点，在穿震荡过程当中先穿停损点，一定要先做停损的动作，控制风险。可是收盘收定在收回停损之下，表示刚才停损错了，再把它空回来。所以呢，一样再设收盘价17515去做空，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。下一根 K 线最高来到525，所以定价100%全部穿着成交。但是不要忘了一件事情，一旦只要来到系统中帮可以规划的支撑区，一口单挣49点，照样再把它发一口单。就像我在节目当中才跟各位分享的，他们拥有领先实战新技术的同时，好事自然每天都会发生。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